今日系正月初七人日，即系人人嘅生日。中国人一出娘胎就要接收来自祖先俾你嘅姓氏，成为你一生嘅身份印记。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姓氏之多简直好似天上嘅繁星。根据统计，就超过25000多个，佢哋嘅起源、发展嘅经过，简直系曲折离奇、有趣动人，历史几开心都有。今集同大家妙谈百家姓。姓氏是用来标志家族系统的一种称号，我们习惯将姓同氏夹在一起叫，但是原来在历史上，姓同氏曾经是两种不同的名称。在先秦时代，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亲族的一种称号，而氏就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先秦时代的人可以依据自己的身份或者某些历史条件来改用不同的氏。以周朝皇族为例，他们的姓是姬，但是如果皇族成员获封为诸侯，那这个皇族就可以用封国的名称改出另一个新的氏。姓同氏的发展虽然有这么复杂的过程，但是后来也都被简化，去到秦代，姓同氏就合而为一，成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姓氏。各位观众，今日是正月初七人日，玉敏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晚年，恭喜发财，恭喜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今天是人日，我们历史几开心都有，就趣谈百家姓。其实姓氏名号都是一个符号来的，本身就没什么意义的，但是经过解释之后，这个符号呢就会有意义的，而且这个跟那个文化的源远流长有关，跟传统又有关。在先秦时代怎样看这个名号呢？根据《礼记·檀公篇》就这样说的，它是幽冥冠至五十以百众，死事周道也。你在二十岁之前就有个名，到你二十岁了，冠就有字，五十就排这个所谓百众，死了之后就有个谥号，这个就是周道，是春秋或者先秦时代周朝的一个所谓文化的这个传统。还有呢，我们有姓有名有字，咁名同字之间嗰个关系呢，有时就问其名就知其字，问字呢又知其名喎。好似道普，佢字子美，佢嘅名呢就係普，普呢亦都係美咁解，佢嘅字就叫子美。又譬如呢、这个孟郊嘅字东野，咁郊同野嘅意思又一样。诸葛亮咁又叫做诸葛孔明，佢嘅名呢就叫亮，字就係孔明，亮同明嘅意思亦都係一样。咁呢个呢就即係可以睇到，所谓名与字係互相可以解说得到嘅，意思差唔多嘅。又好似另外一位三国人物周瑜，佢叫字呢就係公瑾，瑾同瑜都係美玉咁解。所以呢句都是相通的。另外呢，就是个名同个字呢相连，可以表达到个意思出来的，可以连埋一起的。譬如孔子，孔丘就字仲尼，丘呢是小山，尼呢是呢座山的名，咁呢个咪相通咯。另外一位李渔，佢字呢叫粒雍，咁粒就是嗰啲渔翁带嘅豆粒。叫粒用，仲有一种就是名同字的意义是相反的。例如即是这个朱熹，他叫做元晦。咁熹呢就是明亮的日光，晦呢是昏暗的解，这个就相反了。讲到这里呢，即是我们就看到即是姓名那个名同字呢有个咁嘅关系的，文明就即知其字，文字又即知其名。咁但係有时佢都有啲自己有啲特别嘅意思喺度嘅，有啲人嘅人名，咁我哋头先讲过啦，係咪？譬如好多时即係我哋问人，喂，阁下贵姓啊，咁小姓王，咁大号叫乜哥啊，哦，小名玉敏，咁有冇得解啊，咁我解下我名俾你听喎。那个王呢都系算系大姓嚟嘅，咁我唔好喺度自吹自擂讲我哋嗰个王姓点大法。譬如我的名
佢鬱字即係教育咁解，文就人文，咁啊教育人文，咁啊即係同我職業就好相似。我教書都教咗十幾年，咁我覺得即係我父親幫我改呢個名，好似預備我第日有機會去教書咁。嗱，我仲有一個名好多人唔知，但我以前有好多朋友就識嘅，我有一個筆名，呢個係字嚟嘅，我中學一位老師幫我改，叫做怡道。怡咧係友誼嘅怡，道咧係道理嘅道，咁啊出自呢個董仲舒啊。其中兩句啊，董仲舒嘅作品裏面其中兩句叫做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咁我覺得真係又好特別，竟然我一生人三十幾年嘅工作都同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有關嘅。所以正其義不謀其利，我哋而家就可以解成話尋找事實不謀其利，正其道。正其義不謀其利就是尋找事實，啊，即不計較這個利害；明其道不計其功，就是追求真理不計其功。正義明道，所以呢我筆名叫黃義道。當年我幫中國時報寫稿呢，就用這個名字，後來將我義字散了就改成黃道。黃道都很出名的，二十幾年前幫快報開始寫專欄講兩岸關係用的筆名就是黃道。可見好像我們這些壞鬼讀書人讀過幾年舊書的呢，對這些所謂名號呢都非常之重視的。咁當然啦，今時今日大家對呢個姓名嗰個睇法就有少少唔同啦。姓你係唔改得嘅，係嘛？即係祖宗傳俾你，但係名咧佢就經常會改，係嘛？仲有即係好多人喺農村社會長大嗰啲，佢可能有一啲即係好古靈精怪嗰啲咁嘅乳名啊，所謂咁啊，去咗現代社會，咁佢又要即係挨近西方嘅，有啲又可能即係話將個名咧改到咧就即係中西合璧嘅又有。嗱，講到姓名字，我哋又要講咧就係個號啦。有啲人會有號噶嘛。嗱，皇帝就有號咧，佢有兩種號，一種係谥號，一種係廟號。講到谥號同廟號咧，其中有一個人咧就叫做秦始皇，就最憎谥號嘅。中國人就好重視姓氏名字號。外國人啊簡單啲啦 ，first name last name 係嘛？咁啊 ，last name 咧就係个姓，系嘛？现代嘅中国人最好改名咧，笔画越少越好。佢费事读书嘅时候咧，就如果你罚抄书或者抄你个名嘅时候咧，就写到手都软埋，系嘛？咁啊，我姓黄，咁啊笔画多冇计啦，系嘛？唔通我帮我仔改个一字咩？咁又唔得，因为我啲细路咧按字辈嚟排嘅，因为我哋呢啲系坏鬼读书人，都要循旧例，系嘛？即系将个中国文化咧有一个承传嘅责任。姓氏名字都是在生的一个符号，号呢就多数是讲死后的了。根据礼记弹弓篇那个讲法呢，刚才我们都讲过啦，是不是？那其实呢就是因以上就有生号，形为死后之称，周则死后别立氏。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因代之前呢就是一样有个号，但这个号呢就是一个生号，就是你生时所用的。到你死后仍然是用这个号，用这个名号，但是到了周朝呢，死后呢就另外立一个谥号，所以个谥号呢是死后才有的。那谥号通常是那些达官贵人啊，有功名的人呢死后才会有个谥号的，皇帝就一定有个谥号。皇帝除了有谥号之外还会有庙号，庙号就是对他崇功报德，摆一个太庙的时候要帮他定一个所谓庙号。譬如我哋举一个好简单嘅例，譬如讲满清乾隆王，我哋而家习惯就叫佢做乾隆王。但乾隆其实系年号，乾隆王个庙号系咩呢？系清高宗，高宗呢就系佢嘅庙号，佢嘅名就系宏历，佢嘅姓就爱新觉罗，系嘛？仲有佢有个谥号就系顺，系嘛？有啲皇帝嘅谥号呢就好长嘅，系嘛？咁你睇下武则天吓，佢嗰个庙号谥号都好长嘅，系嘛？咁但系有一个皇帝系中国第一个皇帝，佢最讨厌呢个谥号，呢、这个就系秦始皇。根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嘅记载，大家睇下荧光幕呢一段文字，就话朕闻太古
有好无事，终古有好，死而以行为事，如此则子以父，臣以君也，甚无为，朕忽取言。自今以来，徐氏法，朕为此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全知无穷。秦始皇的意思就是说，朕闻太古有好无事，终古有好，死而以行为事，如此则子以父，臣以君也，就甚无为。那么意思就很清楚，就是说，喂，如果死了之后整个谥号，那么会个仔就以父批评个父亲，那个大臣就批评个死了个皇帝，如果对个皇帝唔满意嘅话，咁咪借即係话立呢个谥号呢，就去整蛊个皇帝都得㗎喎，可以有恶谥㗎喎。咁咪大概秦始皇呢自己觉得佢死后可能个谥号呢，啲人帮佢立谥号嘅时候呢，可能都会整蛊佢都未定喎，整个恶谥俾佢叹下。於是佢话朕忽取言呢，我唔要，我唔要谥号。所以自今以来就要徐氏法。我呢由我哋开始就除咗呢个死后另立谥号嘅做法，朕就为始皇帝，跟住第二个嗰就叫做秦二世，跟住秦三世、四世，万世不绝，全之无穷。当然呢秦始皇呢种咁嘅主观愿望呢就落空啦，因为佢呢个王朝呢传到二世就玩完啦。啊，三世都冇，系嘛？只系得两世，系嘛？咁又冇庙号，啊，又冇谥号，啊，乜都冇。咁所以我哋而家读历史咧，就叫佢做秦始皇。咁啊，胡亥咧就系秦二世。吓，咁呢啲所谓谥号、庙号咧，其实都系一种崇功报德，对嗰个死去之后嘅皇帝一种崇功报德。喺秦以后，汉高祖阿刘邦，跟住汉武帝。嗱，汉武帝咧，呢个武帝咧。就是一个谥号，咁汉武帝嘅庙号呢就是世宗，系嘛？咁所以我哋大家睇下历史书啊，嗰啲咩祖啊咩宗呢啊，多数呢都系庙号。咁当然呢啲皇帝呢都会有个谥号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啲人会问下啊，点解我哋叫唐太宗做唐太宗啊？咁样啊，咁呢个唐太宗呢就是他的庙号，唐太宗就是李世民，他的年号呢就是贞观，我们都可以叫他做贞观皇帝，是不是雍正皇帝，雍正呢就是他的年号来的。所以这些呢其实都非常之有趣的，当然现在就没什么时代的意义的了。不过从这个秦始皇要废这个谥法，废这个谥号呢，就可见秦始皇真的是一位尊王的皇帝。如果想追本溯源，了解一下自己家族的历史，可以翻查自己家族的族谱。其实族谱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周代，在当时统治阶层为了要维持自己尊贵的身份，同埋令到后代权益的成泽有所凭证，于是就开始编写族谱，记载自己姓氏的源流和历代世系等等的资料。后来族谱的编撰越来越盛行，好多人都可以凭住呢啲记录嚟考察翻自己家族发展嘅来龙去脉。讲到百家姓嘅源流，咁啊，梗系要拣一两个主要嘅姓氏或者大姓嚟讲下。我啊姓王，王都算大姓嘅。咁如果讲姓王，就真系有啲利益冲突，因为我系节目主持人，系嘛？又无谓自吹自擂，咁就揀一个即係中国最大姓之一嘅姓李嚟讲。姓李喺香港真係不但只係大姓，有人话香港系李家之姓。
有两个极超级富豪都是姓李的。当然啦，从政的人在海峡两岸姓李的都好巴闭，虽然已经退下这个政治舞台。在北京有李鹏，台湾有李登辉，香港从政的现在做紧电台节目、电视节目就有位李鹏飞。嗱，各位李先生、李小姐、李女士，唔知你知唔知道李氏春秋究竟姓李个来源系点嘅呢？嗱，根据欧阳修《新唐书》嘅《宗室世系表》，有一段文字好简单，但系都几深下嘅，就讲姓李嘅源流。呢段文字就系咁样嘅，佢话李氏出自嬴姓，帝专欲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高尧，字庭坚，为尧大利，生益，益生恩成，力如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事，自就之时，理征自得灵，为逆帝宗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涉和氏，与子理征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只得存，遂改理为理事。嗱，根据欧阳修《新唐书》嘅《宗室世系表》里边讲呢个李氏嘅源流，就话李氏咧本来就出自嬴姓，本来系姓嬴。喺呢个五帝时代嘅专欲帝嘅时候，就高阳氏就生大业，大业就生阿女华，女华就生呢个高尧。呢、这个陶字咧要读尧啊，咁啊字庭坚为尧大理，系呢个尧嘅时代嘅大理，大理系官名，即系掌管刑法嘅官，所以后来咧即系有呢个大理寺啊，即系就系一个掌管刑法嘅一个部门啊。咁然后佢就生阿益，益就生恩成，再经历呢个如夏商。咁啊，世为大理呢一族人呢，即系累世都系做呢个掌管刑法嘅官。咁于是呢，就以佢嗰个官嘅名嚟作为佢呢一族人嘅姓，于是就变咗姓李。呢、这个李呢，系道理个李，大理子嗰个李，系嘛？到咗纣王嘅时代，有一位李征，佢字叫做德灵，李德灵。佢就得罪呢个纣王，点解得罪纣王呢？就因为佢以直道不容于纣啊，即系佢系一个正义嘅人，同埋可能系直言犯奸，系嘛？咁呢个纣王系一个专制嘅皇帝，当然就因为咁咧，就得罪纣王咧，所以就要死啦，即系俾纣王所杀。咁佢嘅妻子陈国嘅薛和氏就带埋个仔啊李征咧，就逃难。咁啊，然后咧靠食木子而得存。呢、这个木子咧就系食嗰啲树木嘅果子啊，咁样先去保存佢哋嘅性命。于是就将姓李呢、这个道理嘅李、大理嘅李就改为木子李。所以嗰啲姓李嘅人，你问佢贵姓啊？啊，贵姓啊？我姓李，是木子李啊。就是咁样嚟嘅，因为个黎字同李字咧，普通话读起上嚟又会同音，咁于是佢会特别会咁样讲。譬如好多人讲自己嘅姓都系嘅，会将嗰个姓嘅偏旁加埋咁样读俾你听嘅。譬如我姓许，就言五许咁啊，言五鼠，咁呢个叫木子李。咁呢个木子李嘅由来就系咁样。中国第一个姓李嘅人就叫做李厘征。咁呢个系纣王时代、商纣时代嘅人。嗱，讲起呢个李氏春秋，李氏嘅由来，咁又好得意啦。我哋香港终审法院嘅大法官就系李国能，原来佢嘅先祖姓李嘅先祖就世为大理，即系咧佢嘅即系姓李嘅祖先咧。就累世世集都系做呢个掌管刑法嘅官嘅，所以李国能姓李咧，佢追溯翻佢祖先，原来就同样嘅职业啊。咁仲有讲起呢段姓李李氏嘅源流，
呢一个故事咧，都系一个忠烈嘅故事。头先我哋话胜利喺香港都好多猛人，除咗两个超级富豪，系嘛？咁从政嗰啲，头先我哋都漏咗讲两位咧，民主党嘅前后任主席都系胜利。咁我又唔知阿马田同呢个达哥又知唔知道你胜利嘅源流，原来都可歌可泣。所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中国人呢就真係好少改姓嘅，改名就好多啦。就算到咗现代社会好似香港咁，我哋都成日听闻有啲人会改名，改名就因为迷信，话自己个名嘅笔画呢就即係冇运行啦，咁改过个名啲笔画画数呢就同嗰啲五行相配合，咁於是就有运行，咁呢个就真係信不信由你。咁但係改姓呢亦都有好多过去喺历史上面有啲改姓嘅例子，亦都有啲皇帝赐个姓氏俾你嘅都有。咁嗱，我哋而家讲几个改姓嘅古仔呢又几得意嘅。其中一个呢就係讲汉武帝时代有个丞相叫田千秋，因为佢对个国家好有贡献。到咗佢年老嘅时候，仲做緊丞相年纪好大嘅时候呢，就汉武帝呢就下诏，就准佢呢就即係坐嗰啲细车呢就上朝。咁当然啦，嗰啲车呢就係、是、即係嗰啲好即係嗰啲马车轿车之类嘅嘢啦，係咪？咁於是呢别号就即係叫做车丞相，啲人就唔叫佢田丞相，就叫佢做车丞相。咁佢啲后人啲子孙呢就对于呢一种即係呢个所谓车丞相呢，佢祖先嘅车丞相就觉得一种光荣，係咪？咁於是呢就改姓车。呢个又好得意嘅例子，就唔係因为皇帝赐你姓车，係皇帝准呢、这个田千秋呢位丞相可以坐小车上朝，跟住啲人叫佢做车丞相，然后佢后人感觉光荣就改姓车。另外有啲呢係因为避讳而改姓嘅。譬如个丘姓丘。咁因为孔子呢就係名丘。所以呢姓丘嘅呢后来就係加咗个邑字旁。就变咗呢一个忧，同埋邑字旁嘅忧。咁呢两个忧字呢係相通嘅。其实严格嚟讲呢个都唔算係改姓，係避咗位。咁但係到而家姓忧姓忧呢两个忧呢，一个有邑字旁嘅，同邑字旁即係我哋即係叫一般人叫耳仔边呢、那个邑字旁嗰个忧，同山忧个忧呢其实就係同样一个姓氏。咁另外呢喺呢个满清乾隆时代，有一位文采风流嘅文士，佢姓九，咁但系乾隆王就好赏识佢，认为佢有文采，于是喺佢姓九个九姓侧边就加个文字，就变咗个敬字。咁于是咧，呢一位即系呢一位姓九嘅九华男兄咧，就变成咧就敬华男，但系咧。那个姓嘅读音呢就冇改。有个文字嘅呢、这个敬字佢一样读返系个九字。变咗系姓九，姓敬亦都系等于姓九。咁呢个亦都系改姓嘅一个有趣嘅故事。中国有一本历史悠久嘅启蒙读物，叫做《百家姓》。咁《百家姓》系几时写嘅呢？根据南宋时代嘅学者王明清研究所得，《百家姓》系北宋初年吴越国一个书生所编写。依据喺书入边最前三个姓系赵、钱、孙，赵氏就系当时北宋皇帝嘅姓氏。由于吴越国要向北宋俯首称臣，所以将赵氏排第一，而钱氏就系吴越国嘅国姓，所以排第二。孙氏就系当时吴越国王正妃嘅姓氏，所以排第三。百家姓虽然并未完全收录所有中国人嘅姓氏，但系可以令读者知道中国有边啲重要嘅姓氏，所以佢历久不衰，
到现代都依然广泛流传。在隋唐时代，第一大姓就是姓崔。讲起姓崔之前呢，我们就不妨讲下，原来你姓崔又好，姓李又好，仲要睇下你边一笪地方姓崔嘅，系边一笪地方姓李嘅。嗱，佢要讲门第，又要讲，除咗讲门第，仲要讲你究竟系喺边一度啊嘅姓王嘅，边一度嘅姓李嘅。嗱，喺隋唐时代咧，有几个姓系好大嘅，一个就太原姓王嘅，一个系范阳姓卢嘅，一个系荥阳姓郑嘅，仲有清河博陵姓崔嘅，仲有陇西赵郡义里，呢七个姓呢就是唐朝最大嘅姓。嗱，根据刘速嘅《隋唐佳话》里面一段说话咁样讲嘅，佢话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里等七姓，此其望族，此与他姓为分，乃禁其自因取，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勿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在唐高宗的时代，太原姓王的，范阳姓卢的，荥阳姓郑的，同埋清河姓崔嘅，博陵姓崔嘅，以及陇西赵郡两个姓李嘅，呢七个姓都系望族。由于系望族，佢此其望族就此与他姓为分，即系系唔会啊同其他姓氏嘅人通婚嘅。嗱，朝廷对于佢哋呢种咁嘅做法咧，就极不满意。我哋都讲过，唐太宗系好讨厌呢种咁嘅所谓门第或者门阀制度，系嘛？甚至乎与你嗰个原籍系嘛，嗰、那个望族呢种咁嘅即系传统啊嚟决定呢个地位高低，系非常之唔满意嘅。于是就禁止佢哋自因取，系嘛？唔俾佢哋自己自行喺呢个七个姓里边自行嫁娶。咁於是佢哋要嫁娶嘅時候，就不敢復行婚禮，唔敢公開行呢個婚禮，要偷偷地啊，密裝飾其女而送夫家，真係秘密將個新娘送去夫家。嗱，講起呢個所謂望族始與他姓為婚，其實即係好明顯就係一個封建社會裏面嘅產物。到咗現代都一樣有呢啲咁嘅情事，要門當户對，係咪？姓李嘅都仲要睇下你係邊度姓李嘅喎。今時今日你朝安姓李，咁啊即係等於當年嘅太陽太原姓王係嘛？范陽姓盧嚇，或者呢個趙郡二李咁巴閉咯，係嘛？即係如果要夾硬要講嘅話，係嘛？嗱，講到呢度咧。我哋就谂起元代杂剧《西厢记》里边嘅故事，都可能同呢个所谓望族始与他姓为婚有关。《西厢记》讲嘅系呢个张生同崔莺莺小姐嘅爱情故事，本来就系表彰一下嗰个时代嘅自由恋爱，系嘛？有个红娘喺度扯线。咁啊，搞到张生同阿崔莺莺就好似米尔成饭，跟住就逼个相国夫人咧，就俾佢哋两个咧可以结成即系呢个姻缘啊。咁但系相国夫人咧打死都唔肯，系嘛？咁啊，就算张生救咗呢个崔莺莺一家有咁嘅功劳，佢都唔肯俾呢位相国千金就嫁俾张生。嗱，其实张生即系张拱。佢都係尚书郎嘅仔，係咪？同相国千金都可算係匹配啊！咁点解呢位相国夫人系都唔肯俾崔莺莺嫁俾呢个张拱呢？原来崔莺莺嘅父亲崔相国系呢个望族博陵崔氏，係咪？而呢一位崔夫人相国夫人呢，就係呢个荥阳郑氏
两个都是望族嚟嘅，咁所以崔相国夫人就希望佢嘅侄儿郑恒可以娶呢个崔莺莺为妻，咁就真真正正系望族对望族。于是几大都唔俾呢个崔莺莺嫁俾张广。嗱，呢个咧系其中即系呢一个咁嘅爱情故事嘅另外一个注脚，系嘛？咁就系同呢个所谓此其望族，此与他姓为婚有关嘅。爱新觉罗是满族王朝的一个姓，是吗？就算末代皇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溥仪。咁但是有一位满族人叫做启功，是一位好出名的书法家。佢喺佢一本口述历史里面就话，爱新觉罗其实唔系满清嘅姓氏嚟嘅。爱新呢就本来是女真嘅姓。咁啊，亦咧就亦做金咁解，但系觉罗咧就唔系嘅，咁所以佢自己喺呢本口述历史里边咧就话自己唔系姓爱新觉罗，佢叫启功，就系姓启明公。嗱喺佢呢本口述历史里边咧，佢都提到民国嘅一位名人啊，当然呢位名人后来个下场咧就颇为悲惨嘅，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就被啲红卫兵斗夸斗丑，就叫做老舍。嗱，老舍系佢笔名，老舍其实都系满族人。佢原本咧就姓舒舒，跟住咧就叫名叫觉罗。后来咧佢就干脆将舒舒咧就变成舒，然后个名咧就叫做舍语，于是就舒舍语。咁啊，书字拆开两个字就变成舍语。老舍佢原来嘅名叫舒舒觉罗，后来咧就变成舒舍语。古装片和古书入面，已婚妇女很多时都是有姓无名，又或者在自己姓前面加上丈夫的姓，称做某某氏。但是原来在五代之前，女性就算结了婚都保留自己的姓名，不用跟从夫姓。至于五代之后的情况，根据一份敦煌的出土文献所显示，已婚女子到宋朝就不再用本身的名字，最多只是保留自己的姓，后来为了便于识别，就将夫家的姓加到女方的姓氏前面，成为某某氏。导致这种现象的主因是宋朝开始夫权膨胀，令到女性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变成只是依附男性的一种配角。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女性先可以用翻自己嘅姓氏同自己嘅名字。嗱，姓氏咧，或者个姓咧，其实系一个符号嚟嘅，系嘛？但系呢个符号，你经过解释之后咧，就赋予佢意义。而呢啲解释好多原来有历史嘅。嗱，我哋前边嗰三个部分都讲咗好多同姓氏有关嘅嗰啲奇闻趣谈，同埋一啲历史嘅故事。其实好多人自己姓王又好，姓李也好，姓谢也好，无论你姓乜嘢，好多时你都以佢嗰个姓为荣，甚至乎要将你呢个姓嘅显赫历史攞出嚟讲下，咁先至有得威㗎嘛。啊，我姓王，以前有个几巴闭嘅人啊，我姓李，以前又有边几个最有用嘅，或者喺边方面最巴闭嘅。咁好多人都鍾意喂认下叻㗎嘛，係咪？嗱，我哋係讲两副对联。呢两副对联都同你以嗰个姓氏为荣有关嘅。嗱，喺一个小镇上面住咗两个姓嘅人，一个就姓朱，另外呢一个係姓项。嗱，姓朱就比较普通啲，
姓项咁佢举嚟举去，佢都会举到呢个楚汉相争嘅楚霸王项羽，系嘛？嗱，呢个姓朱嘅咧，就喺佢个祠堂嗰度咧，有副咁嘅对联。上联咧就系两朝天子，下联就系一代圣人。点解呢？因为佢姓朱，后梁嘅朱温称帝，咁呢个系天子。明朝嘅开国皇帝朱元璋又系姓朱，所以姓朱嘅都有两朝天子。下联呢就一代圣人。呢、这个儒学家啊，朱熹，朱熹系宋代人，朱熹亦都称为亚圣，所以就系一代圣人。咁另外姓项嘅呢一家人见到姓朱嘅，竟然喺佢祠堂贴一个咁嘅对联，咁啊条气就梗系好唔顺啦。于是输人不输阵，你要讲历史咩？我又同你讲下历史。于是姓项嘅亦都喺佢项家嘅祠堂门前又摆咗一副对联，上联就系烹天子赋，下联呢就系为圣人师。你姓朱嘅好巴闭咩？两朝天子，后梁朱温同埋明朝嘅朱元璋，咁啊两朝天子。宋朝出咗个朱熹，咁你就一代圣人。我呢就专针对你啲天子，亦都针对你啲圣人，咁有副咁嘅对联。我哋姓项嘅都好巴闭嘅。烹天子赋嘅典故就系秦汉时代，系嘛？楚汉相争嘅时候，刘邦对住项羽，系嘛？项羽捉咗刘邦嘅父亲，烹而食之。大家都记得呢个故事呢，项羽就同刘邦讲：我要烹你个父亲而食之。刘邦就话：请分我一杯羹啊！这个刘邦都算无良啦，为咗要即系夺取权力。咁呢个我哋即系讲呢个十大帝王嘅时候都讲过噶啦。姓项嘅巴闭到咩程度？项羽系烹天子赋，因为你刘邦后来做咗汉高祖嘛，你系天子嘛，项羽就系烹天子赋。其实呢个都有少少夹硬嚟嘅，因为当项羽烹呢个刘邦父亲嘅时候，刘邦都未做天子啊嘛，系咪？下联就系为圣人师，姓项有个叫做项托。七岁嘅时候就做孔子嘅老师，孔子系圣人，项托七岁就为孔子嘅老师，咁于是就为圣人师，咁你就姓项嘅几巴闭咧？嗱，呢个咧就系大家为咗炫耀自己姓氏嘅威风，通过呢两副对联咧，你系睇到中国人嗰种输人不输阵，好中意认叻嘅呢种咁嘅性格，即系讲到呢个百家姓，其实我哋头先都讲，我哋要以自己嗰个姓氏为荣，当然就要读下自己，即系呢个姓氏嘅历史，系嘛？头先讲嘅呢两副对联，当然呢啲就俾大家有个笑谈咁解嘅啫。如果你唔读历史，两朝天子一代圣人，你都唔知佢讲乜。烹天子赋为圣人师，你又系唔知佢噏乜，系嘛？即系以自己个姓氏为荣，唔好玷辱自己嘅姓氏，咁你就真系唔可以做坏事嘅。喺南宋嘅时候，有个大奸臣叫做秦桧。秦桧死咗之后，即系大家对于秦桧当然就深恶痛绝啦。喺西湖嘅岳王坟系嘛，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灵神。后来有一位满清嘅呢个才子去到呢个岳王坟嘅面前，都吟咗两句诗：人到宋后修明桧，我到坟前就愧姓秦。即系话秦桧呢两个字都辱没咗姓秦嘅，就变咗我姓秦嘅人去到呢个所谓岳王坟面前，我都愧姓秦。
所以姓氏虽然是一个符号，姓名虽然是一个符号，你要流芳百世定是遗臭万年，真是存在你一念之间。所以千祈就不要做坏事，费事呢第日你的子孙就说啊，王某人以前呢做了你坏事，他即是羞于见人，咁就唔好啦，咪咁啊！百家姓其实都几有趣嘅，中国嘅姓氏都非常之多。咁啊，中国政府啲有关当局咧，已经做咗好多统计，中国嘅姓氏个数目咧都非常之多。当然咧，呢个因为我哋中国人口亦都非常之多。咁啊，百家姓就讲到呢度，今日系人日，继续同大家恭喜发财。